对，凯旋门啊，1925到1945是。这是我们伟大领袖开始那个到那个开始走革命道路。他小小年纪就离开家里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，然后是1945年回来的，就整整经历20年的抗日革命斗争。这是他出门的年代，那是他回来的。回来的年代啊。啊，就凯旋回归。然后他在这旁边，凯旋演讲讲话。然后这块有这个位置。这个是金日成体育场。再见。这个壁画，当时啊，我们伟大领袖就是1945年10月14日，他回到了平壤，在这里第一次，问候了我们的朝鲜人民，在这里发表了凯旋讲话，那我们现在还是在西安，还是在西边。没有过江地铁。我们刚才那个看到那个地铁有交叉的，交叉地点和江是没有关系的。那就说地铁都在江的一边吗？对，可以，这是互相交叉的，两条线是互相交叉的，可是没有过江的。没有过江，但是都在一边吗？都那个东平壤地区没有地铁，地铁的话都在西平壤地区。然后有没有发现，就是这拱形门周边镶嵌着新打来的花？这一共是70朵，因为这个大这个那个累了，你呢？是1982年4月15日，然后上面是我们的特别的革命情歌，然后两边的那个样呢是我们来自那个第七队的炮兵。走吧，太有名了。可以买点吃的。你没有好币，他们都不接受外币哈。这个叫清凉亭吗？这块不可以开。